大家好 ，ST 度，咁我就一连八条片啦，唔计大围站，因为之前喺东铁线嗰已经介绍咗噶啦，就介绍咗马鞍山线嘅呢一堆车站啦，咁就大围站你自己揾翻啦，如果你未睇嘅话，咁就依家就将全线嘅车站指引撇晒度，放晒度啦，咁就排成一个马鞍山线咁嘅形状啦，咁就主要嘅顏色，即係成條線佢隻主色都係比較淺色嘅，除咗烏溪山同埋大圍站之外，咁就其都係好淺啦，淺至淺藍、淺綠、淺黃，跟住粉紅色都有，竟然沙田圍用粉紅色，咁就好短嘅啫一條路線，咁就再加上佢呢係一個好極端嘅長方形，所以你唔同方向擺佢咧，係可以形成一個即係點啊？拍埋一齊個長度係可以差好遠嘅咯，即係打直拍埋又長過打橫拍埋好多咯會。咁就依家咁就因為打橫拍所以就好短啦。咁就呢、這個就係成係全港唯一一條左落右上嘅路線啦，跟住其他都係左上右落噶啦。就即刻整齐好多啦，咪搭翻好晒，系佢呢度用嘅部分都唔系好多，即系用我搭车站整嘅部分都唔会好多，又唔会点样分到几多搭嘅，咁就依家系即系系咯，就系分咗两三搭，咁好啦，今次条嘅马鞍山线嘅车站之后排埋一齐嘅影片就嚟呢度啦。咁我下次再见，拜拜。